姐姐姐姐，这次体验服又漏了什么东西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漏了最重要的皮肤，会变色的波波和嘟嘟。姐姐姐姐，我要看我要看。别急嘛，先回来试一下这个该死的模型工具。之前呢，我们布置了一排的双环方块，一个钻石传送门。我发现呢，我错了，模型工具是需要布置大型组件才能够体现出作用。比如说，我布置这个超级大的小飞鼠，虽然只能够布置到头，布置出来的模型啊，那是相当的逼真。靠这个门眼新的地标建筑，用模型工具啊，也能够极度还原。我自己还尝试拿了一个椅子，虽然没有勾好，但是还是挺像的嘛。姐姐姐姐，偏离主题，偏离主题了。知道了知道了，补救一下昨天的过错嘛。新皮肤变色龙嘟嘟和波波。姐姐姐姐，怎么都是图片，我要看近照。来了，你看吧，看上去是不是米斯拉的哥哥呢？骗人，我要看动画，看动画。来了来了，你看吧，这条彩色大道上，波波会随着所属环境的颜色变化而变化，白红黄蓝皆有相应的颜色。再看一下嘟嘟闯进草丛里，绿色的红色的都相应的潜伏在里边，这下吃到变色龙皮肤了吧。以后迷你大陆啊，也会出现伏地魔啦。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